字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可能要请你到前面一点去看。好，再来五年级，五年级已经讲过，再来换二年级。来二年级，我看哦，我直接看那个一直在比人家的先出来好了。不是公鱼的，五年级十三号。好啦。啊，不，二年级十三号，抱歉。好，第一个不吃什么？不吃什么东西？好，你可以看电脑这里的。不吃香菇。椒。椒鱼类。来，很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因为现在珊瑚礁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热带海洋的热带森林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去那边捕鱼的话如果渔夫都去那边捕鱼，会破坏珊瑚礁的生态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吃这种珊瑚。